来进行咱的剪彩仪式。啊，咱现主持，咱先把家桌啊准备好，先家桌先就位，哦，啊，咱先卖家落哦，哦，咱先去互媒体朋友，哦，去互因这个时间来为咱点名。一，请剪彩。感谢感谢各位电话贵宾为咱报名台新郎中五年千岁文化中心进行剪彩。啊，现主持，咱请李生来帮咱。做文电话贵宾，好，咱再次感谢做文电话贵宾。我们马明山圣安宫五年千岁啊，能够成为从全国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中心哦。今天是一个成立大会哈，那同时从今天开始哦，落成以后就整个文化中心开启。所以我在这里欢迎所有来自全国各地所有的乡亲好朋友都能够来到我们云林县宝中乡马明山的圣安宫。不止来拜拜哈，那祈求五年千岁能够庇佑大家，那同时也可以来见证这个非常重要的文化活动哈，所有的这些宗教信仰的活动，包括我们受到文化部五险文化资产所有的文化资产保留的这些历史的沿革跟传承呢，都在这个文化中心里面。那这里呢，不只是五年千岁哦，常年以来万人空巷的吃平安的吃饭大了哈，而且活动，甚至我们五年大科的活动都在这里展现。那当然也有文林县非常重要的民俗活动，包括我们六房妈祖的移动式的过炉，还有口炉的千岁这样的无形文化资产。包括北港迎马祖的哈这样的一个文化，都在我们五年千岁这个文化中心里面陈列。那我也非常感谢我们张金树主委带领着我们管理委会所有的委员以及所有的这些管理人员，还有参与的这些学者专家哦，那很多的大学都来这里做研究深入的探讨，让我们宗教文化能够继续保存传承发扬光大。我想这个文化中心的成立特别具有意义，而且是全国首座这个文化中心。馆长啦，也团队哦，咱家己这个安将军、安委员哦，来参加咱这个文化中心文化馆的这个展台展内吼。今仔这个活动了，阮会增加努力吼，伫阮个团队来收集咱这个加云南这个优质的这个资料收集，阮会增加来较充实吼，在这个文化吼。咱这个五年到这个五年大好专所有资料底下吼，今仔感谢各位吼，谢谢谢谢。来，咱来参加咱高中文化馆的展览，而且今仔讲到这个文化馆的这个出的使用，它提供一些这些的地址吼，文化甲宗教就是爱传承啦吼，咱五火十四灯就是讲透过这个地道境。动态的这个传承文化，今天去看这个文化馆，咱买当给咱少年时代带来，经过这个透过这个文化馆，有一个静态的展示，有一个对这个文化宗教这个传承啦吼。尤其是咱闽南疆五年千岁来吼，伊咱庙内面这个千岁公园，等于讲是文化著名的这个 IG 的这个打卡这个景点啦吼。而且嘛，借这个机会，给咱。透过媒体，咱来介绍咱高中在地这个重要这个，这个地点，就讲，有彩虹桥，这个石雕故事，非常适合教你吼，不管是文官还是台湾各地哦，这个游客还是游客，真适合来这拜拜，来这观光，来这休闲，做一个身心灵的这个解脱吼，这个休闲活动，而且嘛要特别感谢咱。中心区主委，甲咱的常务干事陈良进，甲总干事陈家良，甲所有的委员干事阿弟，伊这几届吼努力拍拼，咱闽南疆才有这个，不管是多家的无形文化资产，也是咱这个文化馆，才有这个情况，真正是真抱着感恩的心来参加这个今仔这个活动。
啊，而且嘛，接受我们以外贵宾和朋友，啊，大家一切愉快，啊，平安顺遂，多谢。